次我们的台湾需要帮助的地方，福伦社总是在第一个时间出现。我们的福伦社争取到我们2021年国际福伦社的世界年会，那我们一定要把它办得成功。所以我已经交代我们的行政院、我们的外交部还有有关的部会呢，一定要倾全力。我相信长照 2.0 在每一个社区，大家现在都感觉到长照 2.0 真的是很重要，也是我们台湾社会所需要的。我们对于0到6岁的小孩的照顾，我们有托育的跟托婴的补助。那现在我们这个规模，0到6岁的照顾的规模已经到达600多亿了。台湾的经济也会持续的稳定的往上走，让台湾整个在产业经济还有社会福利照顾的发展上都能够越来越顺，能够走上一个进步的社会所应该有的这个水准。